一年一村一场戏是山东省提出实施的一项重要文化惠民工程，通过送戏下乡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让文化活动在农村遍地开花。自此，民生戏剧院开始了送戏下乡的新旅程。用了二十三年了，没得着没得着这个绿的还绿，下面都晒白了。不过这个戴上还真漂亮。你要不给叫俺演员给你化妆喂，你戴上。别别别别，我。演出团已经来到咱赵克村，是吧？咱这个艺术团啊，这个演的也非常的突出，很精彩啊！马上就开始演出了，啊，没得到的抓紧过来吧。老师，老师，干啥去了？学习，学习去了。啊，学习一天你干啥呀，老师？这开展开演了。别讲嘛，这儿子吃大成高兴，都叫他吃吃香火。我身先基本走过一遍，上一年唱了有500来场。练过喊腔，没脱过这个练功夫。我看杨大人，我看民工，哪里杨大人？包大人啊！从戏到认识，从戏到结缘，到结婚。像这，你看跟这个村儿一样嘛，我记得观众都问：“那下巴这和尚哪喝的？”他们都撵，俺还撵着恁看。哥哥，俺坐到这个来呢，这。俺这也和众人互动，看看人看。
唱了四天了，你感觉冷吗？大冬天的。不冷不冷不冷。你神经啊！我也不能顶包。做了一梦，哦，不错，我也做了一梦。啊，弟妹，那你此梦又是何来的？我梦呀，你的儿子，我的儿子。敬老人多着，这是现在经济社会，你们说吧，年轻的都出去挣钱去，老家人没事儿。一下乡啊，他们都些高兴，都热闹，对，都对对对，老人都好清新，都爱清新。哎，没关系，一老了没事。一生我才感觉心情小，我说啊，演的戏不够啊，你不演戏了都够了。咱们到一个村上，他演好几天，有时候没到，有时候演三场，演两场，好几天都十场戏，都二场戏，甚至三场戏。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底下的观众高兴，俺的底下俺的演员，全的演职人员都很高兴，都心里都提个安慰。他们说这个村上桌子演几场演的好了，都送锦旗，拿村上一群锦旗了。你上了舞台上一看，景气很好。小贝啊，我是心急，急完的，来，咱们观众上头洗一次，就是不上个洗，说他演得好，啊，挺高兴，不然就是挣不着，再挣不着资源，不行。节目到此结束，今天下午两点为大家演出《回龙传》。今天下午两点为大家演出《回龙传》。拉一双回来不？师傅。哎呀，累不？我累。这下午还有一下午的呗。对对。啊。你都是能看，跟那你们老爷发电视那样。飞扬，真差了，真好看了。本来也好看啊，哈哈哈哈哈。对，那啥都对。哎，五两面这是一点，吃吃饭，你养了。我说不忙了。下午还得再画不？画。里边弄个电视，里边弄个灯，俺这是好看。哎呀，真是，他老人家给好的，好姑爷他照着。哎呦，好姑爷照着。俺老妈子搁这镜头搁吃的是吧？说明条件艰苦哎，咱这能辛苦？辛苦啥嘞？不辛苦。喝的这小米饭比啥都强。真是养胃。吃那大鱼大肉的享受。你吃点不？你吃呗，我吃一小份儿，吃一大份儿。你吃两份儿。老兄弟，好，好，你吃嘛？吃嘛？我吃吃嘛？吃嘛？做啥饭？吃啥饭？做啥饭？没热都热些，我看你听不见，光听热闹。我去家，让我就坐酒店来了，汽车摆二十分钟，三分钟。哎，没事，骑着电车山里头转圈。有二快到二十天没印象了，还该不想家啊？是吧？想家。害怕被人动脑，洗头没少没少打麻糊了。也行吧，这我一辈子也离不开戏了，离不开戏了。
头发长到老了。咱干的就是这一行，观众高兴咱都高兴，再辛苦也不行，也不感觉到辛苦。人家老人都大一称赞，哎呀，你这给俺送这喜来了，俺这文夫嘛，这是国家的一种意思，对他对这老百姓的一种温暖。俺当领导的很好，没工人没心中多年，不唱了不唱了歌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给我，给我好就给我好，啊，带好大红花。